只能说你的极限是白金二了，连指挥都不听。分不重要。就知道之前以前为什么能上分吗？因为你听指挥。哎，认真玩一把。你不听指挥的时候做的决策也是对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游戏，我就是我想认真，他就能吃鸡，不是死了都是乱摆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是的，我玩这游戏。听多了，我真听多了。哎，他妈的！不，这把不吃鸡，直播间抽 1K，是。我开伞了，懂了，行听指挥呀，你别开呀，这么近的圈开别听大兵嘛，他啥也不是，你别听他，咱都开那种。真的吗？我都堆说满了，我都听到指挥，我都还得说。叫你来是凑人数的，不是叫你来指挥的。我来就是指挥的。那你杀一个，不是来指挥的。我要指挥。把川哥赶紧叫走。我要指挥。哎，没我线了吗？不理他，不理他。直播间的兄弟们，1K 对主播来说有点少，建议主播加到 1W。2，1W 多。哎，有人！要牛逼！近点有个了，近点有个了。要牛逼！我火灯红了，别急，等队友，等队友。什么意思？不去，不去，等队友，他又火灯红，我看到了，就等，我们就在那等。哎，该他急了，给他急的，该急了，他是不是急了？我开这辆，开多一辆行不行？指挥，不行，把那个台卸了，二位，我还不想开呢，你们，收到。之前那个韩国教练让我别跟关闭机玩当朋友，是哪个？谁？那个宋那个？啊，他在 OIG 的时候看文明器。王明基知道我们在他附近，他还是抽吧，把我们队伍摸了，就把让我们跟别跟王明基玩当朋友了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我为什么不打街了呀？有问题吗？他说你最好别跟这样的人打游戏，我跟你讲。他现在住哪？你告我。啊，你去告我，行了。对啊，兄弟，为了你好啊。家里那把主人好久没开封了，逼我！我10月给他看，我要干！我干的！我操！来！他妈交！妈的！一滴鸡血！这教你做人，我们。还追不追？还追不追？打队友干嘛呀？配合还是欠缺了一点。不是，我就问一下，你那个韩国教练是不是现在没人教了？刚夺完世界冠军。我只能说他非常有眼光。别问他。你要干嘛？大法龙。干嘛？打不过吗？打！打过吗？他妈打着打着不就吃鸡了吗？我问那么多，带你去哪？你打就完事了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拉斯关掉。哇，潘哥你们好猛啊！Easy easy easy game easy easy， 我们得从来路上去啊！算了吗？那我可以。啊，也就正面，你怕什么？打不过吗？跟我走。你不对劲，哎，别不对劲，你相信我。哇，这一 W 抽出去了，你把我的前两天那个陪玩费还我。你信我？那龙儿有别的想法，最好一会儿你粉丝牌抽，他没粉丝牌。OK， 收到。确实，一 W 也不是个小数目了，现在直接粉丝牌抽，应该都在里面了。哎，哎，左边有个。要。让我来，让我来杀杀他，他不过人头，我操。掉，哎，我也掉。在哪？危险吗？危险，危险。看不到。掉，掉。牛逼！丢个烟给我。这逼动不动的，这个人。
我们真厉害 ，easy。啾啾，你就看看这杀人数吧，我是真不想让你捐出去啊。我说一下，我要打指挥的。我也确实不想捐啊，看出来了。我说一下，我打指挥的。不对劲，这两小子还零了。打了几波团了都？去办粉丝牌了，这俩。不要打，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被打了也别开枪。Yes sir， 我直接死了。死。被打死不开枪，不了你的。被打死也不开枪。我走到他脸上也不开。他给他打我了。肯定开啊，来个人秒这个，四标一个，准备秒他。OK， 打他呀！掉。不对，然后左边这个。掉。左边这个呢？刚刚进了近点。哎，跑下去了。我看看四标有一个。掉。什么意思啊？满了。满了呀！独立独立独立。几点了？独立。OK， 四标。下棋去了。他妈十点钟你跟我说晚了，没办法，家里那个网刚弄好。BD， 掉，越枪掉，越枪你们怎么没打？打不死。哎，踩到了，别被捕啊，救他呀！看这个烟啊！大炮啊！不一，还有哪有人？有人，三兵有人，快！哎，死了算了。哦。啊！完了！真是，你说，等我俩指挥的。哦。哦不，压过去了吗？我操！报价的，要死了！没有价的，报价的，报价的，走到。别慌，别慌！真的，跳了，兄弟们！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要抢指挥呀？打比赛也这样吗？我只是想让大家活久点，我有什么错？他现在他对我很有意义很大。哦，对，我直播点他陪玩，现在没人点他了，私下。放他财路了，他已经臭了，现在他财路。赶快去看一下遗忘有没有动。来了，哎，绝把了喂，上三了。懂什么叫理解吗？懂吗？你懂不懂啊？你选得出来能点吗？知道为什么跳远岗吗？这航线我他妈就知道。懂吗？还撅上把了，没我你能撅把？我哥的，妈的，我的，我这太优柔寡断了，妈有的时候我就该抢指挥。有没有想做我伞的兄弟？我一会儿要那个坐到最山顶上去。哦，我放了，来吧。直接放。不听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了，能不能等到我？跳，直接跳上去。哎，我操！咋这么快呢？怎么这么多锤袭？来了！对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们在哪？我勒个豆啊！倒俩，倒俩，给你倒。老铁，我操！卫星楼还有一个，卫星楼还有一个。他红 A 啊，兄弟啊，我能救。卫星楼最后一个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兄弟，肯定在，兄弟啊。走，我操，兄弟，我好怕摔下去啊。房子被免，兄弟。我压力好大。房子被免，房在这趴老久了，兄弟。在等你呢，还谢谢你啊。兄弟，你他妈要是。跳下去，兄弟！我操，我压力好大呀！哎呦，操！我把你们拿回来的呀，你们下来我就给你们了呀。你现在下来，我给你。不下。那不给了。一会儿再下。一会儿不给了。不行。一会儿用顺手了，不给了。不行，这个位置不能下了。
你不要太急躁好吧，你下来再上去啊，不还有个闪包吗？你不能太急躁，闪包用了，我还有啊。不行，来你放地上，来来，我看你看这个标识，这什么？他真有哦，我操兄弟，叫我下来的时候我早就想下来了。龙哥我来了，我救不了他，飞机了，来飞机了，还有龙哥，这谁的飞机啊？龙哥玩二百，龙哥啊，龙哥玩二百，那玩一把，把头还我去，你先给枪我再给你，给你先把头还给我，还你了，你骗你，哎，那个高架的楼顶能飞吗？可以吧？哎，是哦。哎，正好四个，一人一根，一人一根。哦、我去最左边那个。我去中间右边的，靠右边的。就飞过去了。哎，哎，看哥的手法。看哥的手法。我操，屌的一逼，兄弟！看哥的手法。我操！拿下！你们看看我，我操！趴着了，兄弟。刚刚好是你该待的位置了。哎，有人跳伞，有人跳伞铺盖，有人在打我。哎，平地杀，打他呀！哪里哪里啊？哪儿啊哪儿啊？飙血了，两枪。要点啊！飙了。哦，差一枪，你们一个人都动不了他。他妈的，要被身上打呀！这屁地方，兄弟。不是，要被黄线打。救一下，在哪？你在哪死的？完了，快呀！我来了啊！队友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不不，我要谁说飞上面的？我真服了，谁说飞上面的？不知道。外面围墙，外面出去了，确定？又进来了。牛逼！啊！还在架，还在架，这是啊！我看你轻轻的飘过来了，两脚踩我头上，啥意思？这你不是这一般人玩不来的，我就不一般，不要配件的吗？这枪不用的，带那个补偿有那个。不好用，我跟你说，压地上的，你把补偿摘了，不带枪口的法马斯跟狗杂一样。我狗杂都压不住，还压这呢。不是，你带补偿，他往地上压的。哎，这不都不想让兄弟好呀？家里好的时候，你非要来一号楼送。哎呦，往天上走呢。地心你用几秒打，真的法马斯好用，红点不太行。几秒打？我操，什么东西？黑桃，兄弟，好用的一逼，谁用谁知道。就啥也看不见了，我操！不是，来我去，所以你才能专注在你的准星上呀。来，走。对吧？我给你架在右边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人家用几秒好用的，哎呦我操！你真用几秒啊？你他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好用的，帅！哎呀，这是王鹏啊！你妈唐王兄弟，唐王，想着怎么弄我呢，兄弟？天路双唐。